在你眼中什么是真正的朋友？当梅西获得金球奖时，台下的苏亚雷斯却笑得比梅西还要灿烂。当对方门将恶意踩踏梅西的脚踝，即使是脾气再好的人也无法容忍这样的无礼。苏亚雷斯则在梅西爆发之前立即将好友拦下，而恢复理智后的梅西也意识到只有进球才是最好的还击。为了替好友出气，内马尔将宝贵的任意球机会让给梅西，梅西用一记质量极高的世界波还对手以颜色，而苏亚雷斯则第一时间奔向门将，并不断地嘲讽对方，原来你这么菜啊。当米娜在攻破乌拉圭大门后对着苏亚跳起充满嘲讽的庆祝动作时，梅西直接取关了米娜的账号。当米娜在对阵阿根廷的比赛中失点，梅西则当场向他怒吼，而苏亚也在社交账号中为梅西点赞，这回他们可以回家跳舞去了。二人之间的友谊早已超越了绿茵场，已成为足坛历史中一个最美好的情深意厚的象征和回忆。